假设要把不要的列删掉，那以前的做法是自己要慢慢删，所以变成这样选，然后按 Ctrl 键是吧？然后慢慢选，按右键再删。那如果多的话，你光删这些东西啊，真的很浪费时间。所以最好怎么样？一键按下去，自动留下过胖的，看一下 O 不 OK 呢？应该 OK 了哦，试一下。全部都不见了。啊，糟糕，好，所以程式有 bug，好，哎，奇怪，那这个可能因为还好，我有把它复制一个，复制一个有没有旧的哈，现在还在，还可以再一次，哦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哈，哎，所以程式里面我看一下，基本上的话判断哈，所以里面的话删除列呢，基本上就是 for i 等于哪一列到哪一列，跟他讲一个范围，那我这边逻辑判断是，如果哪一列的资料呢？哎，L 栏里面的资料哈，啊，这边忘了加双引号，哦，它不等于过胖的话，那就把我删掉，就是留下过胖就对了。好，那我再试一下，把它删除。之前是用除法令纲慢慢删，现在怎么样？哎，有没有过胖的就留下来了？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哈，啊，刚刚是少加两个双引号，不过少加双引号居然还可以过哈，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删除了这个还蛮好用的，因为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。那再把它删掉好了哈，因为再一次哦，那怎么去写这个叙述哈？一先复制一个，二的话呢，这里的话请各位哈，就增加一个所谓的删除列，所以插入一个 sub 叫删除列，然后呢跑个回圈，里面加一个逻辑判断，再加删除就好了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删除列哈。的回圈方向刚好颠倒，我们之前是 for i 等于4到13，不过现在删除列呢，请你从后面往上删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今天哦，像删除列比较特殊，假设我现在删了第四列，因为它不是过胖，理论上呢，我在下一列应该是第五列，可是如果删了第四列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会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第五列会怎么样？哎，对，它就变第四列了，所以我要再往下删，本来我要删第五列的，它已经变第四列了，那就删不到了，所以可能会有删不到的那个列问题发生。所以后来哦，这个问题其实以前我的原来的解法是，那不然我就减一，有没有？可是问题你减一就是把那个 i 的值再减一，可是很麻烦啊，哪个地方要减一，哪个地方肯定要加一。后来我发现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干脆我。倒过来删除好了，什么样倒过来删除？就是如果我今天从第十三删除了，那基本上十三就删啊，再来就十二嘛。可是十二还在，不会影响，所以哦，反向删除。所以在 Excel 里面哦，VBA 很多，如果你要删除，像删除列、删除栏、删除工作表，有没有工作表要往前嘛？哎，都要用反向的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就不会说哦，你删完之后它又递补，然后你又要去算那个加一减一的问题，就可以舍去这个麻烦。但是你要怎么样让那个回圈这个反向哈？首先第一个，我们之前是 for i 等于什么呢？for i 等于十，哎，是什么？四到十三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的话呢，把它改成十三到四，越来越少。不过呢，请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反向的话，你要多增加一个叙述，加一个 step 啊，就是它的阶层啊，等差还是等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我要预设是 step 一啦，意思说哈，越来越多。但是如果你要越来越少的话，记得哈，加一个 step 怎么样？负一，OK，哦，你就增加一个 step 负一啊，其他都一样哦，这个。只是加一个这个 step 负一就可以。那如果你正向的就不用加了，比如四五六七八一直往多越来越多的话，就不用加这个。再来呢，下面增加一个叙述，哪些是要删掉的？哦，它里面不是过胖两个字的话，L 栏里面不是过胖那两个字的话，那你就帮我删掉。所以加一个逻辑叙述，if sales 哪一栏呢？哎，哪一列呢？第 i 列里面的 L 栏，好，我这边是 L，好，如果它里面的资料不是过胖，不是的话就是不等于，我应该有印象嘛，小于、大于、不等于过胖两个字，那就把过胖两个字输入上去。
end 哎这个地方的话哈，啊再来就是 then， 我打一个 then， 然后做什么呢？哎，所以 then， 哎，这样子吗？哦，这边的话呢，空一格哈 ，then， 输入法跑掉了 ，OK，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end if 就好了，因为我 else 不处理啊，因为如果它不等于过胖，我就删掉；那如果是过胖，那我什么事都不做啊，保留就不删掉它 ，OK， 所以呢，如果它不是过胖哦，那我就把它删掉，那接下来的话我就。删掉那一列怎么叙述 row，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多学一个物件叫 row 加 s， rows 嘛，指的是很多个列，其中的一列是刮胡，那一列是 i 列，因为如果判断出它不等于那个不是过胖的话，那就怎么样，就帮我删掉，删掉怎么写呢？电 delete， OK 哈，应该是 delete， OK。啊，如果你这个字不会拼的话，你可以看键盘上有这个 delete 键哈、哦，上面就有了 delete 键哈、哦，一定不会错哦。OK， 啊，像呢，如果你要插入列有没有，叫 insert， 键盘上有 insert 了哈、哦，就一模一样哈、哦。插入空白列，删除空白列，这后面可能还会再讲到。哦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移开了都打小写，移开如果变大写，那表示字没打错。好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来试试看哈。哦啊，这接下来的话过胖，哎，这跑掉了，把、啊、这个好留下过胖的哦。啊，不过它跑太快了，你等一下记得要复制一个工作表啊，直接执行看看会不会留下来呢？如果你希望程式跑慢一点哈、哦，你可以侦错里面哈、哦，可以用 F8 了，哦，所以我们 F8 好了，按 F8， 哦，它这个第13列里面是不是过胖？不是，哎，不是会怎么样呢？进到这边来，把第13列删掉，哎，再来换下一个，哎，第12列是不是？不是，哎，把标准删掉，第11不是，哎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哦，但第9，哎，第8是不是？第8是过胖，所以它怎么样？跳过去了，就不执行删除了。OK 哈、哦，所以概念大概这样。那第7是不是过瘦？所以删掉，哦，以此类推。所以你会发现最后哦，留下来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剩下两列，只有过胖 ，OK， 好、哦，啊，如果那因为程式一执行太快了，你可以按 F8 逐行执行哈、哦，所以先这个地方哈、哦，请各位试试看哈、哦，啊，因为删除列实在是太好用太重要了，以后如果你有遇到删除列啊、哦，记得一定要用这个方法，千万不要用土法炼钢，不然删都删不完哈、哦，那以前遇到一堆重复的资料。你就把它排序一下，全部删掉，它就自动删除了。哦、啊，如果你自己要手动来做啦，真的太浪费时间了哈、哦。OK， 好，试一下哈、哦，删除列啊，因为这个在讲义里面是没有的啦哈、哦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。哎、啊，你们最好自己把它再写在讲义。